Hello，我是人生地图小编，今天要带大家来认识人生地图平台，还有看看怎么样选购线上普渡的商品。我们人生地图呢是一个提供抽签解签，然后算命，还有塔罗跟宫庙的点灯，以及线上普渡代办服务的一个平台。那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呢，都可以上我们平台来点灯。我们除了在网站上提供这个服务以外，我们也有在国泰世华 ATM 可以直接下单。好，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宫庙服务里面，我们怎么去选购线上普渡的商品。首先点宫庙服务。再来点一次公庙，线上公庙服务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普渡商品了。一共有15家公庙，台全从北到南的15家公庙的30多种普渡商品可以选择，非常的丰富。我们有北港朝天宫、北港武德宫、木栅钟顺庙、萧里裕仁宫、天公庙。台中一虎堂、虎爷总庙、士林慈贤宫，还有中和福和宫、中和广济宫、苗栗天后宫、台江妈祖大观音亭、台北港口奉圣宫、三义行德宫、台中市三官堂。还有基隆广远坛，以及平镇武夷宫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以这个平安优惠套组为例，教大家怎么下单。点进来，这是它的产品内容。我会说明一下代客普渡的方式，然后是那个。普渡的产品有哪些？如果看了 OK 的话，我们就选立即填写，就进到填单的画面了。这边的话呢，产品内容在上面有包含除秽水，还有3天的法会啊，16种普品的妈祖普渡箱，当然还有就是完整的代客普渡的一个服务。记得哦，报名时间是到8月2号的凌晨，所以最晚8月1号就要下单，不然呢，来不及的话，你就要去订其他家的公庙的产品了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只要填写手机，还有输入验证码，再把需要普渡的姓名，还有生辰跟你要普渡的一个地方的地址填写完以后呢，就可以了。那备注的地方，如果说你的普渡箱要做公益的话，你就填捐赠。那朝天宫这边就会帮你把这些普渡箱统一捐赠弱势单位。如果你要自己取回的话，你要领回的话，你记得写地址，他们会帮你寄送到家里。那我们人生地图方便的地方就在于，我们不是只有写订单而已，我们连付款都很方便。目前已经有7种方式。那像我这边用转账的，或是你也可以用 LINE Pay 跟悠游付。好，选择转账以后呢，资料就送出，那你就可以完成你的那个订单了。从现在开始到8月底前，只要你在人生地图网站下单，我们就会加码赠送 LED 发光条。